红利还是摇摇头，不想吃、啊。红峰试探道：“炖肉。”红利依旧摇头，什么都不想吃、啊，竟然连肉都不想吃了。看来红利依旧处在重病状态。红峰叹了口气：“四弟，你多少吃点吧，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。你不知道，也就你醒来的这两天。” 皇阿玛和皇额娘才睡了个好觉。亨利想了想，嗯，就吃一口。红凤一边急忙叫小张子将吃食拿进来，一边笑着应道：“好好好，我觉得你今儿晚上精神比昨儿白天好多了。你若将这碗粥喝完了，明儿肯定精神更好。”亨利嘀咕道。 其实昨儿早上我刚醒的时候，精神也挺好的。红峰哪里会信？正待反驳洪丽两句，却见小张子端了碗粥进来，道：“主子，粥来了。”红峰便暂停洗刷红丽，对小张子道：“给我吧。”说完便从小张子手中接过了碗，不经意间碰到了小张子冰凉的手，红峰愣了愣。 这大热的天，小张子的手怎么这么冷？红峰下意识的多看了小张子一眼，虽然灯光有些昏暗，但红峰却还是清楚的看到小张子额头有汗珠。红峰奇怪的想：难道是冒冷汗？莫非小张子也病了？而红丽已经自己坐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自己吃，才不要你喂呢。” 红凤一边将碗递给红历，一边又瞅了瞅小张子。虽然光线不好，但是还是证实了小张子的额头的确在冒汗。红凤顿了顿，对小张子道：“这些天你伺候四阿哥也辛苦了，今晚就不用值夜了，下去好好歇歇吧。”小张子忙道：“奴才不觉得辛苦。”红凤道：“叫你去歇歇就去吧，别婆婆妈妈的。” 小张子飞快地看了一眼红枫道：“谢三阿哥体恤，不过奴才真的没事。”红枫没再说话，只是挥了挥手。等小张子悄声退下后，弘丽已经苦着脸吃完了一口粥，将碗递给红枫道：“三哥，小张子的声音是有点不对，你明儿叫太医给他看看。” 红峰接过碗，笑道：“是吗？哪儿不对了？”红丽道：“好像声音有点抖，搞不清楚，大概是给累着了。”红峰笑道：“是啊，连小张子都给累成这样了，可想而知我们有多累。看在我们这么辛苦的份上，你就不能多吃两口？”红丽一下就躺了下去，说了只吃一口的。 恒峰笑道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你就多吃点儿吧。”亨利蒙头道：“睡觉也重要的，你怎么就只记住一点啊？怪不得二哥在梦里都说你笨呢。”洪峰乐道：“哼，我还笨？好歹比你聪明好不好？”亨利掀开薄毯，瞪着恒峰道：“我现在可是病人。” 见红峰还要再说，红丽急忙道：“我要喝水，喝糖水，喝三哥兑的糖水。”红峰无奈地笑了笑，只好走到外屋去给红丽弄糖水。糖水很快就弄好了，外屋存放着一罐糖呢，小张子飞快地就找了出来，一点儿也不费功夫。红峰心很细，觉得糖水有点烫。 就又拿了一个空杯子给晾了晾，也没有耽搁多少功夫，就觉得不烫嘴了。洪峰便将糖水给洪丽端了进去。不想糖水端到了床边，洪丽却好似已经睡着了。洪峰笑着推了推洪丽：“别装了，起来喝水，喝完再吃一口就好。”哪知洪丽却好似真的困得不行，不耐烦道。 别烦我，我要睡觉。说完就翻了个身，呼呼睡了。红峰哪信他是真睡，使劲摇了摇红丽的身子，不想红丽只嘀咕了两句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反应。红峰笑道：“好了好了，不逼你喝粥了。你真不喝水，那我也回屋睡去了。”红丽还是没有反应。 洪峰拍了拍洪利道：“真睡着了？”洪利含糊道：“嗯嗯，睡觉。”瞧着不像是装的。洪峰哑然了，明明刚刚精神很好啊，而且还有越说越兴奋的架势，不可能这么会儿的功夫就困成这样啊！洪峰觉察到事情不对了，扫了眼床边的那碗粥，眼神一灵 想了想，洪峰从自己内衣上撕下了一块布，包了一小勺粥，揣在怀里走了出去，依旧关心了小张子两句，然后才离开。小张子等洪峰走后，急忙走进里间，将剩下的基本上还是一整碗的粥给端了出来，对其他职业的人道：“要不是皇后娘娘担心四阿哥的病会传染，不准咱们吃四阿哥吃剩的东西。” 大伙眼下也可填填肚子。楚秀宫，齐木格面色苍白，双手微微发抖。洪峰，你怎么不守在弘丽身边，竟然自己又回房了呢？说着，齐木格就要朝外走，洪峰急忙拦住道：“皇额娘，稍安勿躁。” 四弟身边伺候的人可不光只有小张子一个，就算他将屋里的奴才都能糊弄了，房顶上还有安危守着呢，无碍的。我若留在那儿，反而容易打草惊蛇。洪峰昨儿回房后就没再睡着，主要是太震惊了，小张子竟然会害红利。老石当初吩咐时。 因没有封爵，所以只带了身边的几个贴身太监出宫。后来封为郡王后，内务府是要按例给老石配齐二十名太监的，但当时齐木格早就取得了家中的话语权，因此对太监充满同情，但却又无力改变什么的齐木格便采取了一贯的对策：眼不见心不烦，告诉老石别养。老石倒也没有全听齐木格的。 还是给红轩挑了一个小跟班，红轩得进宫读书，身边没个跑腿太监会非常不方便的。红轩的小跟班挑出后，老十便告诉内务府，他挑好了，把这小太监送来就行了。而内务府自然将此事禀告给了康熙。大清的规矩是，宗室王公、一品文武大臣都可以用太监。 以前并没有人数限制，后来康熙认为各王府旗下太监数量太多了，便在康熙十四年对各个级别可使用的太监数量进行了规定。府中太监数量的多少，从此便又成为身份的一种证明。大家都是可劲儿的将编制用完，从没有人像老石这样拿着名额不用的。 所以康熙很好奇，老师到底是哪儿抽筋了？哪知老师一句话就将康熙给气得跳了起来。老师很无奈的道：“养太监的银子全都拿去交罚款了。”于是，气急的康熙将老师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但骂完后，康熙也没有逼着老师按定额接收太监，这可是福利。 爱要不要？因此，当老师后来当上太子后，三胞胎和安安身边便没有太监可用。老师为三胞胎和安安挑选伺候的太监，可是费尽了心神，比给自己挑贴身太监都用心。那可是将太监们的祖宗八代都查完了的。而有幸被选上的小张子，更是符合各种入选条件。 而且还是红轩推荐的。小张子四岁就进宫了，父母双亡，是被唯一的亲人家中并非穷得揭不开锅的他的叔叔给送去当太监的，因此小张子进宫这些年来，并没有和他的叔叔有任何的联系，而且他的师傅还是红轩身边的大太监王公公。 而那个王公公又是老石给红轩亲自挑的。当时红轩独自在京，住进了阿格所，老石便将以前伺候过自己额娘的几个忠心太监给弄到了红轩的身边，其中一个便是红轩身边如今的大太监。也就是说，算得上是老石家嫡系的小张子，在宫外并无牵绊。 不存在被人拿住家人要挟之说。此外，虽然小张子年纪比红丽还小一岁，但人却很机灵，又透着勤快，因此红丽很快就喜欢上了他，对他也多有照顾。也就是说，不存在红丽欺压下人被人报复之说，因此洪峰才会对小张子是一丁点怀疑都没有。 不光洪峰没有怀疑小张子，就是第二天一早听到洪峰汇报的老师，第一反应都是“不可能吧”；只有齐木格第一反应是：“洪峰为什么昨夜不好好守着红利？”听洪峰说是不能打草惊蛇，齐木格很不赞同，道：“小张子都能干出这等事。” 谁知道暗卫会不会也被人收买？齐木格真的抓狂了。如今自己一家可是当权派呀，小张子也算是红利身边的储备干部了。日后红利吩咐他，不是大总管，那也会是二总管的。作为一个太监，能有这样的前程不错了呀。而且这种前程也就红利能给他呀。他怎么还不死心塌地的呢？ 这些人脑袋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呀？有了小张子这个坏榜样，齐木格对暗卫也没法信任了。老实握住齐木格的手道：“捍卫不会有问题的，而且也派的是两暗卫。”老实说的很镇定，但话语间也透着那么一丝不确定。而且齐木格也感觉到老实的手在微微发抖。 看来也是给气的不轻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给吓的。齐木格顿了顿，问道：“那为什么暗卫没有发现小张子下药？”老实的，他们只负责盯住红丽的房间，哪会分身四处张望？再说了，他们在屋顶上，小张子是在走廊上下的药，走廊和红丽的房间又不是正对着的，视线也不好。 齐木格还是不放心道：“那红枫，小张子起疑了没？”红枫道：“应该没。”齐木格叹了口气，突然想到：“爷<耶>，红轩那儿别也有危险吧？”小张子可是和王公公是师徒呢，而王公公又是老十额娘宫里的旧人，于是齐木格急了：“爷。” 该不会是王公公要给阿玲儿报仇吧？老实摇摇头的，他和阿玲儿没关系。”齐木格不怎么相信。没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完全没有道理嘛！”老石也有些烦躁。“你别说了，也会好好查的。”齐木格见老石心情也很烦躁，便压了压火气道。 还是快吃早饭吧，吃完了去看红利。爷，红枫拿回来的粥，你可得找个真正信得过的太医来辨认一下。这年头，到底谁能被信任啊？齐木格真的很头大。再一看桌上丰盛的早餐，齐木格突然觉得，别这里也被人给下药了吧？虽然是用银针试了的，但是红枫取样的那点粥。 刚不就没被试出来吗？于是，立马又道：“早饭还是别吃了吧，万一……”听齐木格如此说，老师也有些草木皆兵了，道：“也行，过会儿再叫人仔细做。”齐木格，日后派人拿吃食，务必派三个人一起去。齐木格点点头，应了，又道：“红轩那儿也赶紧知会的。” 他今早也干脆别吃早饭了。还有，安安那、啊、会不会有问题啊？齐木格觉得自己真的要疯了。孩子们小时候没栽在吃食上，怎么大了也得给补上呀？于是老十便叫来太监，叫他们将吃食给撤了。因为齐木格闻着反胃，所以又请人出宫去请安安。 叫安安赶紧进宫，亲手给齐木格做饭，免得齐木格使性子，饿着肚子里的孩子。然后又叫人去将红轩叫来，作为齐木格最宠爱的儿子，他这时不来当孝顺儿子还待何时？齐木格本想说还有红轩的几个老婆呢，但转而一想，红轩对谁都没有特别宠，他们应该没有资格被选为被害目标。 也没有吭声。当然，当着太监的面，齐木格还是假意的叫老石和洪峰吃两口，说他先去看红利就好。老石和洪峰自然不依，说他们半上午的补些小吃就行，还是一起陪齐木格去看红利吧。齐木格坚持了两句，老石不耐烦了：“行了，你一个人饿肚子，叫我们怎么吃？走吧，去看红利。” 因此，虽然端出去的饭菜一点儿都没动，但却没人起疑。而老石和洪峰在快到红丽病房的时候，都不由得顿了顿脚步，有些担心地看了看齐木格，害怕齐木格露馅。果然，齐木格透着几分紧张。老师牵起齐木格的手，笑道：“哼，齐木格。” 等红利好了，咱们是带他去蒙古玩呢，还是去江南呢？老石边说边牵着齐木格进了病房，不过在外间门口却转身停了下来，凑近齐木格脑袋道：“呵，你这都有白头发了，朕帮你扯了。”齐木格是面向屋子的，而老石刚好将齐木格给挡住了，而红峰则赶紧拿了棉巾过来。 王阿玛，您肯定是眼花了，皇额娘怎么会有白头发？边说边将棉巾递给老十。头次觉得这棉巾是那么那么的可爱。老十笑道：“哼，你小子就会糊弄。不过这回好像真是朕看花眼了。”哈，老十边笑边自然的给齐木格围上了面巾。里屋中的红丽还在呼呼大睡着。 而屋里桌子上又放了一罐粥，齐木格知道自己此时开口，声音肯定会发抖，便忍着没有问出声，只是专心的看着洪丽娜熟睡的脸庞。果然，洪峰下一秒就帮齐木格问了：“四阿哥刚刚进食没？”小张子道：“还没呢。”